中共解放军透早宣布，我们展开联合联检。2024年的危台军演，国防部强烈谴责，也强调共有能力确保国家安全。台北市报业工会甲真侪媒体今仔日三大报头版新闻，呼吁社群平台爱付费来使用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4日公司中道新闻，我是陈淑君。来来看宜兰东山乡有一个渔民出海去掠鱼，昨下晡文化村人员发现讲，伊的渔船哦，在停在南丰二渔港的北边，船顶无人，怀疑讲这渔民可能跋落海里，早起阁继续在找人。直升机甲渔民的渔船啊，在南澳啊港来来来去去，因为一个东山乡姓干的渔民啊，像跋落海，海巡甲渔民持续出海，希望赶紧找到人。东山，你两点左右就讲啊，你把你来市场交易啊。哦，天光光的时阵去找都找无啊，这天乌国家边国。这个姓干的渔民，伊的渔船啊成功好，昨昏下晡去有巡逻的人员发现，船啊在南澳啊渔港北边破坏内底是停留伤久。经过调查，发现船顶无人，联络家属打电话给这个姓甘的渔民，也联络袂到。随着港内开始找人，透暝找到呾，也是找无人。也伫港内成功好，那就因为弄着海边船破空，地数几只船全变去。并依照搜寻优化系统，分别于南方澳渔港周遭以陆海空扩大方式搜索，目前仍未发现船长，盼尽速寻获失踪之船长。海巡警员讲，专案接到通报了后，随派船舰甲无人机去搜救，在南澳啊附近，以陆海空扩大搜查，希望能赶紧找到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刑事局的中部打击犯罪中心接到报案，讲有人向经济部水利署的公共工程的包厢卡油，佮呛讲因有枪。警方调查发现，讲嫌犯是地方的黑道，嘛是佮通缉中哦。后来伫南投民间一个工寮抓到一个姓吴的嫌犯，佮调查讲敢有其他的共犯，也是讲有其他的包厢嘛受害。我今日就趁机入去到位于南投民间的这处偏僻的工寮，逮捕了五成嫌犯，嘛伫工寮内底找到大批的枪支。3/5是手，3/5是56颗子弹。这枪支拢是五成犯嫌，用来恐吓包厢的证据。刑事局今年5月接到报案，有不法分子持有真济枪支，还佫向承包经济部水利署公共工程的地标请商来讨钱，以南投自治南投县的边埔防护工程被标走为理由，要求对方来拿保护费。这个工程大概就是经济部水利署他有公告的那个集集南河堰附近的那个边坡的防护工程，得标的厂商以比较较低标得标之后，那个他假借名目说他妨碍他的利益，用这种名目去跟他恐吓。警方将啊相关的证据了后发动搜索，逮捕了五成犯嫌。警方表示，五成犯嫌唔但是地方的帮派，嘛不是治病的对象，同时具有真侪项通缉在身。我们查获他当时是在那个南投地院跟地检，分别因为杀人跟毒品总共三案通缉中。啊，因为他这個、本身他在我们刑事局中打，总共有被。因为扫黑制品，总共有5次的查获记录。吴姓犯人向警方表示，认为边埔防护甲所存的公共工程利益拢真大，所以透过标案的公开资讯锁定被害包厢。警方随后以违反枪炮弹药管制条例以及恐吓等罪嫌，移送警方来侦办。至于是毋是阁有其他公共工程的包厢被偷钱，还阁进一步来追查。记者台中综合报道。前总统蔡英文伫落任了后，头一届去澳洲访问，头一站是去捷克出席公园2000论坛，甲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两个人有真侪活动。蔡英文今仔伫论坛中来发表演说，包括捷克总统帕维尔、甲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嘛拢会出席。记者目前在捷克的公园2000论坛，前总统蔡英文已经来到了现场，和捷克参议长韦特奇一同出席论坛的开幕晚会。在开幕晚会上，蔡英文和捷克参议长韦特奇坐在台下互动密切。韦特奇捌在2020年拜访台湾，迄当时在国内得到真大的回响。蔡英文下定了后头一摆出访，选在捷克，会当知影台捷之间真亲的关系。It's reassuring again, this special relations which I would
say between a very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Czech Republic. And you know, as a small country, we also experienced a lot of bullying from big entities. Czech Republic supports our democratic partners, and Taiwan clearly is such a partner.除了这之外，捷克总统帕维尔、众议院议长艾达莫瓦，甲拜访台湾的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也拢会出席公开两场论坛，佮发表演说。帕维尔获选为下任总统后，曾经与蔡英文总统通过电话，显现捷克的外交政策逐步回归正常。这种来访应该被视为很正常的事情，就是台湾是个自由民主繁荣的社会，所以台湾在国际场域应该有代表自己的机会。这次蔡英文去捷克拜访，捷克也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路透社指出，这吸到北京的敏感神经。Yeah, I think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Condemned the visit and warned Czechia basically supporting Taiwanese independence. And this is not going to happen. Czech Republic did not and have not recognized Taiwan as a country, as we know, but Czech Republic continues to have its own One China policy, which means that we actually do engage and we do have exchanges, economic or culture with Taiwan.蔡英文这次访问捷克，彰显台湾和捷克之间的友好情谊。未来几日也会出访法国和比利时，为台湾在欧洲建立更加紧密的伙伴关系。公司新闻刘晓婷采访报道。台北市北业工会和真侪个媒体今仔日三大报头版声明，呼吁讲为着要改善新闻产业环境，社群平台爱付费来使用新闻，嘛应该赶紧立法来强制移个仲裁。在你网络顶搜寻关键字，跳出来除了电子新闻媒体以外，一个大型社会平台，这已经是大部分的民众看新闻的方式。不过，这种社会平台看到新闻搜索结果出现的广告，谈广告费，实际产生来源所无得到点击的收益，和传统媒体经营愈来愈困难。2020年，国内就几多位学者提出，新闻媒体加社会平台强制移给法草案。哪些平台要适用这个草案，是要数发部来指定。那数发部只会去指定，这个协议谈的不够，对台湾这个新闻业这个贡献不够。跨国的社会平台，正像是 Google 或者是 Meta， 因本身并无删制内容，严格是采用传播或者是部分转载方式，大量使用新闻媒体报道的内容，这嘛正多是伫发现新的危机。在今天的三大部的头版豆饼下都会人看到台北市报业工会、中华民国卫星广播工会一个几多间电视媒体发共同声明，呼吁预计仲裁依法应该赶紧在一定期限内完成。像法国、澳洲正早就跟社会平台讨论未保护新闻业的权益。The announcement by Meta today is an abrogation of responsibility to Australia's news media sector.Australian journalists provid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ublic goods in our democracy. 澳洲政府2021年就先制定新闻媒体议价法，强迫大型领头的社会平台甲新闻媒体达成授权协议。伊当阵美塔甲澳洲媒体大部分的协议拢是3年的时间爱付费，因过今年初美塔讲被停止继续付钱给澳洲新闻出版商，澳洲政府就正受气，骂因背信。记者综合报道。中共解放军今仔透早宣布要展开联合利剑2024B 演习，中国海警嘛头一届公布讲会射台湾之日，咱国国防部是强烈谴责，嘛表示讲会全程监控中共军舰的动态，以行动来捍卫国家主权。外国媒体嘛指出讲，中共这届的演习，模拟封锁台湾的北部、佮南部的港口、佮国际航道。台海紧张情势阁升悬，中共十四透早突然宣布投入陆海空三军、火箭军，伫台海、台湾北部、南部、东部展开联合利剑2024B 演习。这次行动还有一个新的特点，那就是前前后它的实战氛围呢更加浓厚。共军以联合利剑2024B 演习释放政治信号，反制总统赖清德相识国庆的新两国论。共军机人多方向挖进台岛，真侪军的兵种联合突击。
中央演练海空战备精神，未港口防空对海对陆打击，夺出综合制权。由海警两股动摇。联合利剑演习结合无清楚地带冲突，中国海警第二执法头一摆公布四个编队反袭警携带一连，顶现宽台监控的能力。也毋过，咱国海巡第一时间成立应变中心，将压几啊只海警船驶过海峡中线。海巡甲国军联手全程监控，也公布今日南海巡人员监控中国海警1035舰队的相片。国军传了弹 E2K 无人机监控共军动态 ，F-16V 挂上先进中程飞弹，本时前飞弹紧急升空，损伤东部、东北部，无被和共军亲门打好。国军发布整合共机25架次，其中16架次飞过海峡中线，正伫西南甲东部空域。加上7架次共南交代，国军强烈谴责中共无理性的假属行为。国防部要强调，加剧两岸紧张、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正是中共各项不理性的挑衅行动。观察共军挖三年300围台演习，2020年美国众议院长佩洛西访台，共军飞弹飞过台湾的顶面，搭在日本经济海峡，相关区域局势紧张。今年赖总统国际空召集，共军演习联合利剑 A 发挥悍速。演练战前防守，这摆联合利剑 B 搁较紧速，演练作战防守，建立防空线，可见首都防卫。外国媒体路透社指出，中国无计封锁台湾北部、南部的港口，甲国际航道，阻止外国势力介入。现以辽宁号为主导的进行一个海上的联合风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还是一样是一个所谓我们的一个围台的一个方式，用一种类似封锁或阻绝的方式，希望让台湾去感觉到被围困的状况。学者分析，共军以航舰三吨号为首，结合海空兵力，为东部外海联合封锁台湾。国军也积极备战，负责驻防花莲。海军海防大队的雄风飞弹发射车紧急机。动部署到阵地，监控东部外海的强舰动态。对共军目前无宣布军演什么时阵结束，加监视加日时段，国防部是强调会用实际行动捍卫中华民国的主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铁伫九月开始哦，规定司机员有出现警告，就要先降速停落来，嘛要通报调度员。等下佫收到通知，才会当佫再启动。平均就要等2分07秒哦。这规定造成火车5点等并到到的车嘛塞车。台铁是表示讲，因准备要来改善，要授权司机员家己来决定讲，敢会当继续驶哦。上紧10月底进前会实施。九月底，台铁的车在云林到达平交道，以驶往骑车往平交道的民众，常常传出平交道的事故。台铁为改善平交道系统，扩建功能，用4.8亿买平交道车长去1424套，按古平台提出质疑，到即马完成无到30%，而且无法度正常升降，严重影响行车安全。2012年到2013年，就一直就是连续的。就是发生事情。这个案子我们的合约的规定是在明年的7月，现在正在加紧的建制中。那目前已经有做的，听说可以通过验收的只有30%。目前已经装上去，装上去就是在使用的，接近400具。但是改水这一套国产设备本来就是每年才全部建立完成，为预防并高度事故，代替九月开始新制度上路。那平交道出现高警信息，列车拢爱伫平交道进行停车，平均增加2分外钟停等的时间，引起旅客怨言。代替表示会优化 SOP， 原本爱通报调度员，即马改由司机员现场决定了后，汇报监控中心，会减少停等的时间。现在啊，还需要说向调度员请示，那因为调度员其实也看不到现场，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 SOP。把它做一个优化，把它缩短。另外，针对于华东铁路，那拄到地动大水后，都会好拖就引起断路。交通部也要求代替成立专案小组，就危险的边坎架桥，要有关核单位进行区域联防，搁定期召开会议检讨。
未来要向进一步深度研究，搁采用冰封坑的工程来优化安全。记者综合报道。九位电力传出讲，南科的天然气发电厂要设在台南的树光园区，也唔过哦，园区的厂商甲附近的民众是拢反对。台南市教育产业工会嘛，呼吁讲，无应该让幼儿园甲发电厂做厝边。台南市政府是强调讲，会以环境甲民众的健康优先来考虑。树光园区内面的厂商，等你调派大型的工程车吊挂钢筋，因为十三号，因的幼儿园才拄啊动土，预计两冬了后开始营运。无想到现在传出，石尾电力南科天然气发电厂要起伫临近300公尺远的土地顶面，消息一出，是引发地方的震撼。我们六区也大概有两百多个学生啊，哦，那这样子对我们下一代的健康，我们是非常非常担心，所以我们希望政府就是可以。遵照我这个民意，然后不要让九位电厂进来这样子。九位电力南科天然气发电厂原本计划起伫安定区，但是因为民众抗议，去年底是宣布要迁，今年三月是传出要起伫树光园区了后，也引发当地民众、厂商、中央人员的抗议。九位电园区的厂商以及邻近地区的居民再度集聚，递交定情书，强调反对的决心。其实树谷它是一个比较生态科技的一个园区，那相对于在周边也会有一些住宅，那也会有一些学校，对，所以这个地方基本上设置的天然气发电厂，我们站在教师的立场当然是反对啊。盼望政府伫个发展经济的同时，嘛要兼顾人民的健康，让孩童伫个健康安全的环境当中来成长。不过，针对地方的质疑声量，过去九位嘛曾经声明，电厂是采高标准的环评规划，是有利国家的电力供给。天然气发电是污染程度较低的能源选项，嘛是取代燃煤发电厂上好的替代能源。而台南市府是强调，守护环境、守护居民的健康是市府优先。不过目前九位都要通过经济部以及环境部的审查，目前相关的规划拢伫咧评估当中，嘛还未提出申请。记者王正云台南报道。环境部最近哦完成碳汇汇率的审议，一栋是要收300块，外界是烦恼讲对传统产业哦影响会真大，嘛惊讲厝价甲电价会过起。环境部长彭启明早起表示讲，碳汇的征收，就亲像是注射哦，加哦倒落去听一个娘娘。那即马无要开始做，未来的负担会愈大。碳汇汇率的决定会如期在明年一月初起开始上路来扣，但过转型过程会冲击传统产业，造成热销通膨的可能，甚至传出厝价可能起5%到10%，电费也可能受影响。环境部长彭启明是拢否认，并称是错误消息。按照现在的费率，房价涨能够上涨的比率不到0.1%，不是说我们的这个收了碳费之后电力电费就会涨了，没有，我们算过大概是0.00几块，所以台电应该不会因为碳费而提高这个价钱。彭启明向企业发声，碳费征收就亲像好减度者的感觉，即马无做，未来负担的成本会搁较大。暗国民进党立委林国勤明白表示，这是无人欢喜的碳费标准，尤其亲像对台塑石化、中钢甲台积电这排碳大户来讲，那头甲油烟拢不够。我觉得排碳到1000万公吨的工厂的话，最低只要缴交1亿，可是他们收的是上兆的一个营收，可是你只要缴到1亿，那这样子到底有效？潘启明先前无法度兼顾每一个企业，希望未来加高总量管制碳交易，会更加符合需求。暗过外界声音认为，碳费一起是因为无使用核能。潘启明表示，核能对碳费影响无大。务实的配比之下，我们这样子的确也会未来走下去也是会有问题。不见得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目前全球有70个国家地区实施碳定价制度，日韩亲像的碳定价比台湾高出2-3倍。彭启明指出，台湾碳定价在亚洲已经是正低，碳费优惠汇率会每2年检讨一摆。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流行歌手泰勒斯有一段诺西亚正死忠的歌迷，因为着要参加泰勒斯澳洲巡回演唱会，是开真侪钱哦，加真侪精神，实在毋是普通人会当了解的。咱做伙来看麦。
这阵二十通岁二世代少年人，是美国流行音乐天后泰勒斯，分布伫全世界各地，数量上侪，忠诚度上高，影响力上大的粉丝群 Swiftie 俄罗斯分布的成员。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了，所有的西方表演团体、歌手拢无法度伫咧俄国演出，就连线上音乐串流平台，像 Spotify。Apple Music 拢退出俄国的市场，严格即款地缘政治冲突所造成的有形甲无形的阻碍，是无法度阻挡迄款疯狂粉丝对偶像的热爱。22岁阿泰姆七月就开$3,200，正高岗的申请旅游签证，自意大利入境欧洲，去德国盖尔森之星参加泰勒斯的欧洲时代巡回演唱会。Логистикой мы по итогу занимались все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Лизы была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делать визу в Грецию, и поэтому она все логистировала через Грецию вместе со своей семьей. А у меня такой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не было, поэтому я выбирал просто, отталкиваясь от того, какую страну я хочу, в какую проще получить визу. Я по итогу выбрал Италию,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а на тот момент легко выдавала визы обычным туристам. Поэтому выбрал Италию, где-то я знал, что визу надо делать за полгода до поездки, и,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 я только в феврале начал ей заниматься через агентство, мне с этим помогли, я просто предоставил все нуж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не сделали визу. 这阵泰勒斯的粉丝三年前，还搁伫咧各国的社交媒体平台 VK 成立粉丝俱乐部，分享偶像上新的资讯，用唱歌、编唱团这款活动形成一个紧密的社团。互相交流、分享资讯。И эмоциями, и мероприятиями, и переживаниями, и обсуждениями. И от остального мира мы тоже как особо не оторваны, потому что, ну,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придется получать какую-то информацию. В ТикТоке сидишь, смотришь, там тоже какие-то видео от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различные дискуссии по поводу там каких-то тоже спорных моментов. У нас тоже внутри все э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И, в принципе, у нас всего хватает, у нас очень насыщенная жизнь. Да, и для меня лично всего этого хватает, я очень доволен. Так и Лонгон, Инга Бого Гай, Ди Го Кин Дюнхуа, У Чан Цэ Си Ли, И Дан Чин Линг Чи Гу Хуэ. Гонг Си Син Вон, Он Хуи Вон Бен Хи. 再来消息来看，早起有环保团体是呼吁政府得爱对源头来减少塑胶垃圾。伊嘛烦恼讲，台湾的产业无对石化原料真依赖，短期内要转型是真困难。环境部是表示讲，年底会来推出 SIF 管理办法，相信明年会实施。为了解决台湾废弃物愈来愈侪问题，各界甲固体再生燃料 SRF 技术。看作是清除垃圾的撇步，因为伊会当甲特定的废弃物经过分类，再互萃取摕来烧，了后过制作过，成做燃料。不过有民间团体认为讲，要解决废弃物的问题，都要为创造新的经济模式来做。生产端它很容易把这个塑胶使用到开发到新的产品，所以我们永远都没有真正的减到量。有民间团体指出，台湾最近这几年一直推动减用塑胶的政策。不过废弃物唔但无减少，反倒增加。因认为讲目前的政策虽然是减少使用塑胶杯啊，不过改用亲像是纸杯啊等等其他的物件来代替，本质要是用一届就断掉，要是会造成废弃物增加的问题。另外，虽然废弃物会当透过固体再生燃料的技术制造成做燃料，不过在烧的过程当中，空气污染的问题要是爱做回考虑。民间团体呼吁，国内针对焚化炉，也有 SRF， 嘛爱有相对应的法规来管控。SRF 就是把那个就是废弃物均质化，它的燃烧效果是比较好的。那现在重点是我们要去做好污染的控管，那法规要去加严它，从源头开始管，管到最后使用端，然后把这一些本来可能是在散布在其他地方的法规，全部把它集中在一起做一个检讨。我们会在年底的时候提出 SRF 的一个管理办法。针对 SRF 会为生产的来源、制造厂和使用厂做法规的管控，按算年底之前会公告相关的办法，相信明年实施。记者综合报道。高龄慢性病是健保真大的负担哦，考虑到民众看中医的人口增加三成咯，健保署是看算讲要甲中医嘛来加入大加医计划，和中医师甲基层的西医同款，会当来成做是慢性病人的家庭医师，上紧哦，明年就会当实施。
有愈来愈多科学研究证实，中医唔能影响性，对控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油等三高慢性疾病有一定的疗效，应减少疾病恶化，降低健保医疗支出。在健保署计划将中医纳入大家医计划，让中医师也应加做三高慢性病患者的主要照顾者。山楂，还有像红曲啊，还有像那个泽泻，这个要根据这个我们的学术研究里面，对于降低胆固醇血脂肪都有不错的效果。健保署表示，新冠疫情期间，不少人改变看医生的惯习，固定在中期看诊、提药啊，三十天以上慢性病患者差不多40万人。中医诊所也会自控2019年3700多间，6800多个中医师。增加到去年3900多间，7600多个中医师，今年服务量超过4400多万诊次。未来无阁区分中西医，那边将惯系看医生，迄一个都是家庭医师。中医里面，它也是有所谓的三高的病人需要来照顾，所以只要可以一起来纳进来的话，我相信对民众的健康是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健保署强调。目前三高患者差不多500万人，其中100多万人无予医师固定追踪病情，照护品质不如已经达至照护网的高限，也是优先的对象。希望中医能接这的病人，相关执行计划还佮中医师工会佮讨论，按算今年底进程会将平台建立完成，相信明年就会开始。记者综合报道。基隆市长贾国良的罢免案无通过哦，贾国良今仔是强调讲，伊会亲身打电话给发起罢免的团体，邀请因做伙来讨论市政。这个团体嘛强调讲，有接到电话邀请，一定会去，嘛希望讲这七万张的罢免票会当予市长更改。今日市长贾国良罢免案结束，罢免案无过关，贾国良拜伊继续市政工作，搁一摆表态，会亲自打电话给发起罢免的戴敬安讨论市政。看如团体回应，若有邀请绝对会到，也毋过也化成贾国良爱重视过去提出的市政问题，强调罢免同意票我7万张，贾国良应该爱更改。我希望能够在礼拜二下班前给戴先打个电话，看不知道他方不方便，或者传个讯息。那等戴先回国后亲自的去拜访。如果今天市长邀请我们，绝对会到。那另一部分可能也是要问市长，就是我们过去所寄的所有市政信箱，他到底有没有收到啦？既然罢免案虽然已经结束了，但不过明年可能引起立委大罢免潮。林焕英国民党团打算在做咨询结束了后，迅速推动选罢法修法，要加减人数。但不过民进党团批评，那也是恶修选罢法，等于是没收人民的权利。我们加严。来做联署的时候要提供身份证的影本，而不是说这个连死去的人啊都可以，只要知道他身份证字号都可以来这个参与联署。我们就联署形式上面确保这是由当事人所直接参与的，我们同意，我们也支持，应该要加严在整个联署上面啊程序。不管是在增加联署的难度，或是意图造成人民行使罢免权的更多困难，等同是要来没收人民珍贵的宪法赋权。民众党表态会支持连署加减。贾国良罢免案虽然无过关，但过调查委员会在修选罢法的议题上，又出现回犹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川普，昨在加州做事时，慰安人员在现场抓到一个有诈称的查甫人哦。另外，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贺锦丽是批评川普甲几个共和党的人士，将对红台讲一挂假消息，造成民众得到错误的信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去到加州科切拉举行造势活动，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选情紧张，慰安人员也拢神经病案。13日造势活动会场外的检查站逮捕一名查甫人。What we do know is he showed up with multiple passports with different names, an unregistered vehicle with fake license plate, and loaded firearms. If you're asking me right now,
I probably did have deputies that prevented the third assassination attempt. 今年49岁拉斯维加斯居民，驶一台无注册黑色的车，挂家己做的车牌，车顶已经有戴好枪支的枪支，甲大量枪支盒仔被逮捕。这已经是七月川普在宾州遭到枪击受伤，甲九月在佛州面临被红暗杀了后第三摆有人想要暗杀伊。川普在随后演说中批评民主党候选人霍金雷在担任加州检察长期间的记录，加为第三世界引进移民罪犯。Kamala Harris and the radical Democrats have destroyed this state. California's really it's a paradise lost, but we're going to bring it back. Don't worry about it. We're bringing it back. It'll happen fast.We'll stop the murderers from coming in, the drug dealers, everybody coming into California, coming into our country. 另外，霍金雷是中宽北卡罗来纳州批评川普在内的几位共和党人，针对警方一直散布假消息，可能造成民众尽快得到救命信息。And one may ask why, and I think sadly, frankly, the motives are quite transparent. To gain some advantage for themselves.To play politics with other people's heartbreak, and it is unconscionable. Now is not a time to incite fear. 而且过去川普一直认为提前投票甲邮寄投票是危险甲意图诈欺的方式。不过在竞选最后阶段，川普团队刷当地各地选民，两早透过邮寄投票，格罗列斯受到飓风影响严重的北卡罗来纳州，会当有更加多投票的方式。公司新闻台为您编译。在台湾刚举行头一轮的国会大选，目前票已经开超过九成。在台湾的在野党社会民主党是摕到两成的票，正做是第一大党领先哦。社会民主党嘛表示讲，未来因会甲另外两党来组成联合政府。立法院中间偏左在野党社会民主党竞选主要议题之一，国家安全，也就是为邻国俄罗斯的暗中威胁，加百姓对生活成本的忧虑等，候选人的心情反映伫个选票顶端。Iš tikrųjų, didelė dalis Lietuvos žmonių, ypatingai gyvenančių regionuose, daugiamandatė, bet tendencijos yra taip optimistiškai nuteikiančios.第二轮结果，社会民主党摕到领先。党主席布林克·维修特向选民最多写，伊表示外交政策未改变，帮助乌克兰依然是第一政府。那因合作未来会想要甲另外两党组成联合政府。The main danger I see, the main problem I see that no matter what coalition will be made.This coalition will be very weak and fragile. More strong and more responsible, more solid government. But as I've said, all the tendencies are showing that that will be not the case. 根据国会时阵的民调，有四分之三的投票人认为俄罗斯在未来可能入侵，按个观察者认为。总理西莫尼特的祖国联盟领导立场，中间偏右的联合政府无法度甲选民的想法连接。立陶宛人口290万，国会选举用议员制，141席当中71席由单一席次选区直接选出，另外70席由政党得票比率产生。那第一轮投票相关得票候选人的得票比率无超过50%，伊选区会伫支持进行第二轮选出。恭喜新闻，恩文玲朋友。来看屏东的舞台，在2022年的12月份哦，有乌熊红台死，民众搁桥多摆载乌熊的尸体哦。去年检方已经起诉9个人，在今年的10月初9，大埔部落乌熊的巡守队嘛救援一只白的熊，嘛这嘛真正是高屏地区乌熊通报救援的头一个。上细细空嘴和陷阱叶上的头前脚已经有震起来的状况，一只无细字搭着陷阱的台湾乌熊，9号下晡出现伫屏东舞台大武部落边仔的原住民保留地，部落巡守队马上通报林保署展开救援行动。先确定它不会跑掉的情况下，我们就马上去分组，把整个山头再去巡一遍，看看母熊是不是在附近，因为如果有母熊在附近的话，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受困的乌熊因为体型较小，族人一开始怀疑是小只的乌熊，救援的过程努力警戒，经过滨河台野生动物收容中心详细检查，
确认是阿星体的母亲，体重大约二十公斤，站起来宽度大约一米。这针卡因为受困陷阱，已经断去，十一号动手术，目前状况稳定。观察后患的状况了后，才决定是不是要压缝。如果在身上发现黑熊，我们现在就是误捕黑熊，那即刻通报的话是可以免责的。那这部分呢，我们也要再去呼吁，就是族人或许也有按照惯习来申请狩猎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来使用我们的改良式猎具。屏东牡丹大埔部落在今年12月发生枪杀恶行，各用记者在画面引起社会关心。屏东检方去年起诉涉案面的九个人，部落嘛伫个去年透过林保树辅导成立乌熊巡守队，希望会当伫个传统文化和动物保护有一个平衡点。记者李尚仁、陈坤，屏东报道。来看桃园哦，今年推出偏心倒挖一款倒挖的专用刀，也毋过有民众指出讲，一条路短短850公尺，上香哦是涉五个专用刀，在电脑造成塞车。交通局也表示说，他们会继续来检讨改善。车路车来来去去不少，这段延平路是平镇重点往来的重要道路，为中丰路口、德裕路口到康乐路口，短短850公尺，双向涉五个偏心倒挖，部分使用率不高，反倒来造成上下班时间大塞车，可能自己是为偏心而偏心。画的当然是比较好，比较安全啊。问题是说这马路不够宽啊，会塞车啊。对啊，到时候只要上下班的时候，车子很拥挤，常常堵车，从中丰路口一直堵。他因为左转弯道要等红绿灯，等很久，那边的车道的车子就一直堵到这边来，以前都没有这个现象。针对偏心倒挖，有人批评部分路段引导造化线卫生地。塞车人特别在路口才看到，根本未付反应。交通局回应，桃园市大多为已经靠近成长的都市，按古道路交通环境，大部分是老旧都市计划，为解决交通塞车问题，可能用下减路径、车道三新或者是打堵中央分界道这方式增加，上较长途的倒挖附加车道。以肇事数据显示，每日的肇事从0.67件降低至0.36件，显示偏心左转亦可作为改善肇事的一个重要的方法。交通局表示，去年开始推动偏心倒挖路通计划，为改善大点式路口、拓展到沿线路段整体规划，由点扩大到线，目前完成160个路口改善，整体平均停站时间降至8.87秒，会继续检讨兼顾地方需求，甲路口通行的效益。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去年有3000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有将近54万人受伤，是有史以来上多。桃园市消防局总是举行加强车祸救援的训练，另外桃园嘛加强训练公车的司机，伫个涉滑的时爱做指差的确认，车得爱完全停落来，爱发出声，嘛爱有动作，确定无人无车才会当通行。现在都快帮忙了，快点帮忙啦！为破高高的车内底，把伤患救出来，也是为车卡把伤患救出来。交通事故往往常常发生，现场的环境嘛充满危险。消防人员的快速反应和团队合作，是救援成功的重要关键。桃园消防分局第4大队复旦分队的队员，利用休假连续2天加强车祸的救援训练。稳固破坏，那以及说限位这边部分的话，最后将患者救出，做这样相关的训练。根据统计，台湾去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是3000人，受伤人数阁达到将近54万人，创下新高。车祸救援勤务是消防员真大的勤务之一。消防分队表示，为了在事故发生的时阵争取更多黄金救援的时间，透过自主规划课程和模拟事故状况的训练，会当强化队员面对汹汹发生事故的应变力和信心。左边没人，右边没人，确认没人。另外，针对最近公车事故真多，引起社会关心，桃园市嘛，市办要求爱落实公车驾驶在路口等完成，一定要暂停，以稽查确认无行路的人了后，再去通过，避免类似危险的代志阁发生。做稽查确认就是做到手到、眼到，可以注意到死角、内轮差、转弯的时候是否行人穿越道上。有行人通过。今年度交通局也正在向交通部争取60辆
包含有自动侦测及警示的先进驾驶辅助 ADAS 系统设备。交通局表示，通知现有公车799台，也借由科技来降低人为意外可能性。目前238台安装行车安全辅助系统，国家明年已经得到补助的136台电动公车，明年度桃园有装行车安全辅助系统的市区公车会达到50%。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以色列继续轰炸黎巴嫩贝鲁特南部的真主党的一个社区达西耶，四界哦拢会当看到条件的动物盘，附近的动物收容所嘛正烦恼讲，那个受到攻击，伊收容的动物是要安怎办呢？炮火声，和收容所内底猫狗啊，惊到四界走，敢是为民眼看出来，亲像目睭狗吠的故乡。好动物是真着惊，这收容所伫个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离以色列边界空袭的达西耶社区，仅仅5分钟的车程。All the cats and dogs are super anxious. They're even fighting a lot more. We have more diarrhea. We have more vomiting. 猫啊，朱莉亚因为惊到为阳台跳落去，煞袂叮当。主人原本想将安乐死是收容所予伊活落去的机会。最近这种伤病动物增加真多，有的家园尽毁，有的主人死亡，无辜的眼神予人食唔甘。这成立4年的收容所，也阁照顾鸟啊、牛甲兔啊，连出来炮火加重挑战，一天甲人祈祷伤害一天唔通够飞。We don't know how to evacuate and where. Like there's no place for 100 cats.Where should we take them? There's no place for 20 dogs other than the ones that are in foster homes. 红衣军重点空袭的达西耶，规社区行路苍苍，特别多起建筑内底，还有真侪被护队主人撤离的狗啊、甲猫啊，把手惊吓摇起。东部做起真悬，导致无生命危险。真紧进入市区研究偌济是偌济，有组人为事先看到猫仔得救，欢喜甲流目屎。啊，不过也有诶，宠物已经成做硬壳壳诶遗体。So far, we've retrieved from the Beirut suburbs around 120 animals, and from the south another 60. We still have a lot to save. We have lots of requests, but some of them are pending. We're still coordinating how to reach those areas.主人的诉求请求不一定能真紧得到回应，因为贝鲁特南部郊区这时阵实在上危险，无法度侵入。目前还有真侪动物伫街头流浪，把受惊吓无法度抓。只讲干人逐日伫个街头巷尾藏食物，帮助因支持瑞奇，而网站会早日结束，帮助因能甲亲人团圆。公司新闻，徐慧中编译。为着要减少光害，澳洲的堪培拉大厦研究发现，讲暗时甲路顶调较暗的，对一般民众来讲哦，因根本是无感觉。也毋过天顶的车看起来会较光，搁较省电哦，麦当来减少碳的排放。那个暗时，路顶甲车顶都会替大家照光灯起路，暗过只个电火带来方便的时阵，也产生严重光害问题。为减少光害冲击，澳洲国立堪培拉大学过去6个月伫首都堪培拉，透过智慧装置甲笔电的控制，降低30000支路顶的光度，就连专业人士拢无发现。Essentially, control its intensity, its schedule, its programming, its on and off. We've had engineers and other street lighting practitioners who've had 30+ years experience, they were unabl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70% and 100%. 研究团队在堪培拉全市1/3的路顶顶管拢设控制系统，每日暗时11点到隔日头早5点之间，将较少使用路段的路顶每15分钟调暗10%，一直到光度减少50%为止。实验结果发现，唔啦，目睭分不出真细变化，也乎天顶的车佫较光。甚至连电火制作氧化碳排放量拢减少1085吨。So for every 10% the lights are dimmed, it's about a 5% change in the glow of the sky. So when we dim all the way to about 50%, that means the sky has been reduced by about 25% in terms of brightness. So we'll see more stars. We'll see the fainter stars will be a bit brighter. The brighter stars will get even brighter, and some new stars pop out that were previously lost.
公害阁叫做公污染，也被叫做夜间人造光，是全球共同面对的问题。因为伊破坏野生动物的自然模式，和大气当中二氧化碳增加，扰乱人类的困眠，阁和夜空当中的星阁较无光，照明电费也阁浪费能源，阁造成政府甲个人成本的增加。另外，一个大问题就是公害会降低能见度，和大家无法度分辨暗藏的危险，产生安全问题。公害主要是处理的照明、广告、商业产品、办公大楼、工厂楼顶、甲户外大型运动场。受公害影响的国家主要是已开发国家，比如美国、欧洲各国、中东的卡达、亚洲日本、新加坡等国也正严重。全球每年三月底举行活动地球观定日，暗时八点半到九点半，关电费一点钟，来推动电源管理，减少能源消耗，和平常用实际行动来面对全球暖化问题。公司新闻，金万庆编译。今仔除了妈祖，各地大约是27度，其他的所在温度上悬，会到30度到33度。另外，东部恒春半岛阁有妈祖，卖落淡薄仔雨。过到各地山区，阁有南部卖落雷公雨。咱来看下半波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华德地区上低25度，上悬3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中道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再同一个时间，咱再会。